在心衰梦。壮烈不为要成，不为结网，千秋山河斜阳过，青史不朽，红颜倾国终不辱，名声在上，江山为国，江山为皇宫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今天晚上我们把他们全杀了。好啊，这也不奇怪嘛，大清朝的几代皇帝都是这个脾气。那皇上呢？他呀，哎，别提他了。哎，看戏。怎么了？这几天全国各地没有送奏折来，都平安无事了？皇上，您忘了，送达军机处的奏折都送到太子殿下那儿去了，等太子殿下看完了，就给皇上您送过来。那红历呢？皇后娘娘让他去陪着看戏了。好啊，他倒是比朕风流潇洒。黄河决堤，淮河遭灾，西北已经三个多月没有下雨了。唉，朕心里实在是苦啊，他居然还有心思去看戏。
皇上，您事必躬亲，每章必批，枯坐书房于身心无益呀。要不您也去看看戏，散散心吧。哎，你去去去，去到军机处，把所有的奏折全都送到朕这儿来。这。这个唱王昭君的唱得好，做得也好，台下一看啊，真叫人喜欢。皇额娘喜欢了，就让太子殿下跟戏班说说，留下来，等皇额娘闷了，让他给您唱几个曲儿，解解闷儿不就是了？就不知道这姑娘愿意不愿意呢？一个戏子留在宫中，哪有不愿意的道理呢？他们来了，在哪儿啊？你眼花了？那不是，是他们。他们混进宫来，必有图谋。皇上杀了吕府400口人，四娘不是刺杀皇上而来，他就没有别的理由要混进宫来了。那余娘呢？皇上派血弟刺杀余娘。余娘显然是与四娘同仇敌忾，一便要自杀皇上而来的。皇上是随便杀得了的吗？这分明是飞蛾扑火，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啊。他俩练得金缕铁风衣和银花收魂针的绝技，他们以为可以对付御书房的血弟子了。皇上是绝不能让他们杀的，他们杀了皇上，不就等于弘历杀了皇上？难道让皇上杀了他们吗？那更不成。皇上杀了他们，不就等于弘历杀了他们吗？这就两难了。他们住哪？住在宫中西北偏院。这戏班子怎么住到宫里来了？皇后想看15天的戏，在宫中养着呢，荒唐。这事儿已经两难，难圆满了。找个理由，把他们带出宫去。可这也要皇后娘娘允准才行啊！可是我们没有理由说服皇后啊！那就等着出事了啊！要不让他们割下皇上的头，要不让皇上割下他们的头。皇上已静弃前嫌，不再为难弘历了。皇上虽暴，但是以天下社稷江山为重，还是容纳了弘历。弘历能再恨皇上吗？余娘等待弘历的喜讯，却娶了富察氏而负了余娘，如今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让他成为大逆不道的刺客，魂断深宫，命亡京都。你说，弘历能对得起余娘吗？倒不如让他们来吧，来吧，把弘历的头拿走，一缕魂魄散尽，弘历对这人世间也没有什么牵挂了。太子殿下，
我真的太累了。红丽何罪？苍天如此作难，把这天下最难的难事一件一件摆在红丽的面前，如怨如风，如火如冰，要红丽一一的去面对他，征服他。这少一不留神，这红丽的良心就被击得粉碎无存了。太子殿下，太子妃驾到。高兴点，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吉祥。起来吧。戏还没演完呢，太子殿下您就回来了。皇后娘娘看得可高兴了，明日点了一出雷峰塔，听说今日演明妃的，明日还演白娘子呢。你没看见我跟赵慧在商量事情吗？那太子殿下，赵将军，你们忙吧。只是皇后让我告诉太子殿下，她喜欢上了那个演昭君娘娘的秀君姑娘，让你去跟戏班说说，明日换她去坤宁宫伺候皇后娘娘。啊，知道了，抽空我会去说说的。哎，坤宁宫不是由主管老太监吗？干嘛让我去说？好好好好，我去说。那我这就走了。走吧。这不是乱上加乱吗？余娘以后要留在坤宁宫，太子殿下急糊涂了，没有以后了。生死都在今夜。红丽不方便与他俩见面，赵慧替我绝对要把他们拦住，带领全部侍卫队把守同庆班的住处，今晚不得放一个人出行。万一阻拦不住的？此事没有万一。要是震动皇后，皇后追问起来怎么说？确保宫中安全有什么不好说的？这不是太子卫队的职责，太子殿下。这等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欲知风来，太子殿下毫无疑问的要被牵连进去了，就不必管他们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刚才太子妃不是说让太子殿下去见戏班主吗？那时你就可以见到阴阳，只有太子殿下您才能阻止他们的妄动，只有你，太子殿下。我怕呀，我怕这只是火上浇油。我去见余娘说什么呀？就说我已经有了太子妃了，刚刚娶的，我们都看了你演的昭君出塞，真是棒极了，妙极了，相思情，风流梦，堕托府南飞燕儿，今夜里则像霸凌乔盼素，唱得太妙了。那只有赵辉去试试了。姐，你别这样了，连红丽一起杀了吧，这个臭男人，你还相信他干嘛？他既然知道了你的身世，答应你要把你接到宫中去册封你为皇后，他还说什么要让你这个被遗落的格格重新享受到爱新觉罗家族的权利与尊贵，他给你了吗？没有。他给你的是什么？是欺骗，是谎言，是伤心，是绝望，是伤心欲绝。姐，你本就应该是这紫禁城里最尊贵的格格，而你呢，你却低三下四，在这个戏台上给人卖唱，而他却抱着他最漂亮最美丽的太子妃在台底下亲亲热热的欣赏。姐，你说他这叫爱你吗？别说，我要说，你太善良了，
你太会做美丽的幽梦了。自从我被师父救起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心中就被仇恨掩埋了一切。我心里没有别的期盼，唯一的就是报仇，报仇，报仇，杀死我所有的仇人。妹妹，今天晚上借不为别人，就为了自己，我要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暴君。我们永远都是生死与共的好姐妹，最好的姐妹。谁呀？哈，稀客，稀客，不请自到了。哎，开着吧，一男两女关在这房子里面，恐怕有点不太方便吧。两位小姐武艺出众，怎么着，赵慧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啊。赵将军是来取草蜻蜓的吧？真的不好意思，已经丢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不可以再添一只吗？嗯，赵将军别油腔滑调了，你老实说吧，是不是红丽让你来的？到底是四娘小姐聪明。好，既然是红丽让你来的，我想她也该自己来看看。哎，对了，是不是那个太子妃太漂亮了，迷住了，丢了魂儿，来不了了？要真的是这样的话，他可就说话太不算话了。太子回宫，皇上和皇后立即赐婚，太子殿下也是身不由己啊。是吗？哎，我怎么看他还挺喜气的呢，好像还乐得屁颠屁颠的呢。四娘，你别再说他了。云娘小姐，他是格格，你们别再说我了。太子殿下之苦衷，如今只有赵慧之知了。是吗？哎，对了，说吧，你这次来到底是想干什么的？太子殿下让你们立刻出宫。说准了吧，别逗了，皇后娘娘还没有看过我们的戏呢。你们不要再装了，你们混进宫来是演戏，分明是想报仇的。可是紫禁城如果能让你们两个女的杀得了皇上，那还叫紫禁城吗？寒人有多少侠客反清，一个个都能混进宫来，御书房上的瓦片都可以踩破几个马车，可谁杀了皇上了？皇上都可以轻易的让人给杀了，那大清朝还有谁人敢当这个皇上？太子殿下怕你们轻举妄动，落得魂断深宫，命亡京都，特地命令赵慧来劝阻你们俩，别胡闹了，啊！那太子殿下还挺疼我们的。太子殿下如果不疼余娘，早就下令拘令你们的。那我看这件事情，也只有你赵将军可以帮忙了。你要赵慧帮你弑君，那还不如先杀了我赵慧。说什么？赵慧也是殿前三品将军，太子殿下的贴身侍卫。说完了吗？要真的是这样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今天晚上在下恐怕要留下来陪二位小姐了。你敢？哎，四娘，你不要鲁莽，告诉你吧，你要是敢轻举妄动，先杀了你。四娘，你别这样，怎么说江南一见也算是缘分不浅，那草蜻蜓是飞走了，可怎么又沾着你裙子了？是不是？如果这还不算是缘分，那谁信呢？四娘，赵慧，你爱四娘吗？爱，爱，当然爱，当然爱，当然爱。你放手！你胡说什么呀？啊，哎，小心！
皇上，皇上，今儿晚上您要不要翻盆了？啊，今儿个奏折少了，朕难得如此轻松啊。那您就翻吧。哟，皇上，徐斌今儿个好像身子不适啊。下午呢，我才看见太医院派人去给他诊过病了。哎呦，皇上，不成啊！他这个李常在不能侍候皇上啦。哟，是钮钴禄氏皇后娘娘啊！哎呦，皇上，您看看这银盘上才有几张盘啊？康熙爷仁皇帝在世的时候，这盘上的盘啊，一个银盘都装不下呀，一溜排开有54张盘啊。哎呦，皇上，你何必苦了自个儿呢？你是当今的皇上啊，今儿晚上您别翻了，奴才来替您翻吧，保管您欢欢喜喜的度一个良宵还不成吗？今儿个下午啊，奴才溜到坤宁宫看了南方戏班的戏了，那个演昭君出塞的昭君娘娘，哎呦，水灵灵娇艳艳的没法说呀。那个汉家天子叫什么来着？汉元帝，哎呦，那可傻到家了，不是？身边放着这个大美人，他愣是不知道。后来这个毁呀，这是从古到今天下第一大傻天子啊！这昭君娘娘，她不也是娘娘吗？啊？啊，这明儿个也封她个贵妃娘娘。成，好嘞，这奴才就去了啊。哎，好嘞。两位小姐，要不赵辉让太子殿下亲自跟你们说话。不必了，等我们取下雍正的头颅，我们自会向太子殿下道喜的。因为那个时候雍正死了，他才是真正的皇上。到时候你只需要告诉弘历到底应该拿什么来谢我和余娘。赵将军，你也不要阻拦了，日后相见咱们都是朋友，如果你执意阻拦的话，四娘只好忍痛割爱。看来今晚之事谁胜谁负天数已定了。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我吕府的400亡灵今夜会聚集在紫禁城中，冥冥之中助我报仇。四娘何愁不胜啊。那好，赵辉不再阻拦你们了。谢了，我们走吧。赵辉保不住余娘，有负太子殿下了。怎么，太子殿下还惦记着余娘吗？太子殿下的幽幽心灵恐怕还在火烧油煎着呢。更何况皇上还是你的亲生父亲呢。余娘，余娘，我跟四娘，我跟四娘是生死与共的。余娘，余娘，四娘，余娘，四娘。班主啊，你们戏班里演昭君娘娘的姑娘叫什么来着？回公公，叫秀君。哦，秀君姑娘，好福气啊。
今儿个皇上没来看他的戏，皇上日理万机，今儿晚上闲着也是闲着，想听秀君姑娘唱几曲春腔。好，好。秀君姑娘能够到御书房给皇上唱戏，那可是她的福分呐、啊。那是，那是。皇上说，只要姑娘戏唱得好，皇上听得舒舒服服的，就给你们同庆班御笔提封天下第一戏班。你想想，全国的省衙州府会怎么看你们呢？不得了啊！那财源是滚滚而来呀、啊！多谢皇上，多谢公公、啊。谢什么呢？哟，秀君姑娘，嗯，只要姑娘把今儿晚上的戏唱好了，不就得了呗？那是一定，那是一定的。秀君姑娘的唱功啊，那是没得说呀。皇上听了一定会龙颜大喜的。那还说什么呢？秀君姑娘，咱们走吧。老总管，那咱们不带乐手吗？带什么呢？清唱唱得好，那才叫功夫呢。怎么了？他唱不好？嗨，唱不好也没什么嘛。啊，对对对，没什么，没什么。皇上，宽宏大量着呢。是，老总管，上次皇上没有来看戏，这次我也正想见见皇上呢。还急什么呢？待会儿不就见着皇上了吗？啊？是啊，那就走吧。爽快爽快。小女姑娘请。宋公公。怎么样，太子殿下，不好了，赵奎劝阻不住，四娘已经奔出偏院了。那余娘呢？被皇上召到御书房唱曲去了。去了，去了。皇上，太子殿下，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不不不不不，是保住余娘，还是保住皇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太子殿下。小桂子，哎，叫门。哥，开门啊！总管大人回来了。怎么着？都睡着了？哦，来了来了。姑娘，请吧，请。我仿佛面对地狱之门，把灵魂交给上苍吧。这会儿我又想起了他，我的红历，
他这会儿一定替云娘担着心呢。他只要为云娘担着心，云娘就心甘情愿地去刺杀自己的亲生父亲，生死无悔。姑娘，别怕，不就是给皇上唱几首曲子吗？啊，请。别人都进去了，你干嘛？我撒泡尿不行啊！这宫里是随便让人撒尿的吗？哥，这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吗？你说是不是？好吧，好吧，进去吧，进去吧，让不让人睡觉了？我告诉你们，最近有个消息，这宫里呀刺客特别多，你们两个小心，别睡着了。没事儿，别把你们两个先杀了。这赤膀了娼的，当什么刺客？不要命了？有刺客！啊！回太子殿下，在御花园发现一具尸体。走。太子殿下，查过了吗？是哪个侍卫队的？御花园的侍卫。让人接近坤宁宫，你们要确保皇后的安全。知道了。走吧。是吕四娘干的，混进御书房了。八成是进去了，杀了他。你不能杀他，太子殿下，让开，不能，让开，不能。你为了谁？为了吕四娘，为了他，你家四百口冤魂复仇的一片苦心，那你们是一起策划谋杀皇上了？这也是为了太子殿下你呀、啊。你就。到底要红丽怎么样？不让你进御书房，红丽不去御书房，皇上就没命了。你到御书房，余娘和四娘就没命了。君子命重，还是他们命重？民为贵，社稷自知，君为轻。太子殿下，是你自己说的。赵慧，你杀了我吧，反正你杀了我一个弟弟了。你是让红丽冒天下之大不韪，负天地不容之大罪啊！赵慧，把他们三个人的命运全部交给苍天吧，他不关太子殿下你和我赵慧的事。不，我做不到。让开，这样会天下大乱的。难道太子殿下一点都不念及余娘吗？太子殿下，他现在或许正赤裸裸地被抬进他亲生父亲的床上去了。太子殿下，你可以负皇上，可以负苍天，但你不可以负一个深爱着你的女人。他一次一次经受着生与死，经受着一个女人最难堪、最羞辱的事。他要去报他的仇，雪他的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是这般的圣洁，这般纯真，难道还不能让太子殿下为他而担忧吗？他已经死过一次了，太子殿下，他原本是这座皇城里面最尊贵的格格，是你，是你代替了他，现在你却要杀他，这难道还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负天地不容之大罪吗？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thank you.
把它裹上。嗯，好，抬走。是。慢点，慢点。秀英姑娘，你就躺在这儿等着吧，皇上批完了奏折就来了。你好好给皇上唱几首曲子，皇上要是满意了，没准儿明儿个就封你个贵妃娘娘什么的，那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喽。到那个时候啊，你得好好谢谢老奴我，不是啊？出去，都给我滚出去。这被窝还没暖热呢，就吆喝起人来了。有没有人发现呢？没有。哎，这就奇怪了。哎，师傅不是说过吗？越是禁地就越容易潜入，这也算是雍正气数已尽吧。嗯，怕不怕？嗯，有点儿。不怕，我们姐妹两人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臭老头吗？那师傅教我们的武功白教了。你记得吗？师傅说过，在危难的时候，我们一起多念几声师傅，师傅就会答应帮助我们。那我们就念吧。嗯，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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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等着。莫怕，皇上也是人嘛，啊，他和满天下男人是一样的男人，他得吃五谷杂粮，要生儿育女，还喜欢年轻貌美的姑娘，男人都是如此，没什么两样。不过他为全天下的男人和女人操碎了心，他累透了，疲倦了，他遇到了满天下男人不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烦人的事。那难道你要普天下的女人来抚慰你这个劳累的心灵吗？哦，不不不，今天晚上
就是你一个女人就盖过了普天下的女人了。皇上，你让我来不是让我替你唱曲儿的吗？不着急不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朕喜欢看你坐起来，然后再站起来，让朕好好看看你美丽的身影。这会比你唱的曲子更让朕陶醉的。来人呐，来人！奴才叩见皇上。你让所有的人都给朕退下。这。起来，站起来，让朕好好看看你的铜体。啊。今天晚上你要是让朕高兴了，朕明儿个就封你个贵妃娘娘当当。到时候你就用不着辗转千里浪迹江湖，到处去给人唱戏了。到时候就有专门的人给你来唱戏了。怎么样？啊？还不领情？啊？害羞啊，妙妙，是个姑娘家，朕这十几年来已经没有见过这种姑娘家的羞涩了。好好好好，不急不急，朕现在就封你。秀君小姐，你就是朕的秀贵妃娘娘了。怎么，还不起来谢恩？皇上，你以为你要得到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是吗？青春终成灰。